我是福建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成员，来自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一名护师。今天我上的是总务班，除了协助护士长完成日常工作外，还要随时保持疫区的一个清洁和消毒，及时申领防护物资、医疗用品以及病人的生活用品，查看防护物资是否符合标准，并进行一个归类的放置和整理，指导并监督上班工的人员进行正确的一个穿戴，确保穿戴合格才能进入黄区和红区。早上来一来就是要进行我们一个物表的清洁，包括每个门把手、医生办公室的桌面、还有电脑桌以及我们的电脑。那边的门把手还没发。你找马连国，我上不了他，这里也没有这个名字。浴室的所有垃圾桶，给他稍微都给他整理掉，扔一次垃圾。收完了，然后我们还要用两个。医疗垃圾的话就是用套双层的垃圾袋，垃圾先扔，你看我要进行那个一些物资的一些清点，每天要确定一下我们的防护物资够不够，如果有缺的或者比较紧急的物品的话，我要上报一下我们的队长。防护服还有一张，对对对，掌声。你们把一下，当试验一下呢。对，他们 boss。防护服拿出来。要再次检查核对，确定符合标准才能使用。好，你觉得我得坐下来？对，蹲一下，可以动一动，可以哈，没有觉得紧哈，就是穿戴完毕，可以进去了。